确实啊，粮食怎么都到现在的，这个时候好像更多人在玩，刚才去看，好像蛮多人说不知道。100个铁矿应该够吧？话说大家觉得哪边好玩？可以一起分享一下。前线的领主是这只哎。真的假的？我想要练起来。哦，所以大家觉得用这把枪去那个？